Hello， 大家好，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我现在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山东烟台，这个视频我将全景为大家展示烟台的城市建设，看一看这座城市发展在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前面这条街叫南大街，是烟台最繁华的一条街。前面的那栋高楼叫烟台世贸海湾一号，是烟台第一高楼，高323米。我们看一下烟台的天空啊，非常的蓝。烟台的空气清新，环境优美，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啊。前面有一辆房车。烟台是山东省的第二大城市，是环渤海经济圈、胶东经济圈内重要节点城市，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重点建设港口。我们可以看到烟台的城市建设具有滨海都市风情啊，非常的大气。烟台是连续5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啊，成为山东省唯一、全国唯二获得文明城市5连冠的地级市。烟台的城市街道非常的干净，烟台的滨海风光让人流连忘返。爱在烟台，难以离开。烟台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。在2021年，烟台的 GDP 8711.75亿，未来很有可能突破10000亿。烟台一座具备很强经济实力的城市，竟然没有地铁，这确实挺让我很意外的。连河南的洛阳都有地铁，烟台为什么没有地铁？这边是烟台的滨海别墅区啊，这种欧式的别墅非常的漂亮，蓝天碧海红瓦，烟台就是一座浪漫之都啊。写给烟台的情书，好浪漫。这些西式的小洋楼真漂亮啊，这个方向就是烟台的海边了，我们到烟台的海边去走一走。这里是烟台的滨海北路，烟台是一座有山有海的浪漫城市。仙境海岸，仙美烟台，烟台太美了。烟台是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，烟台位于山东半岛北部，东连威海，西接潍坊、青岛，南临黄海，面向渤海，与大连隔海相望。烟台的海岸线非常的长啊，全长909千米。我们沿着烟台的海岸线走一走，感受烟台这座海滨城市的魅力。吹着海风，潮起潮落，好壮观啊。烟台在中国百强城市榜排名24位，中国大陆最佳地级市第8位。烟台境内的上市公司达到了45家，总市值位居全省的首位，而且烟台的县域经济非常的强啊，丝毫不输浙江的一些城市。
现在我来到烟台的开发区，前面是天地广场，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建设很现代化，非常的震撼。下面一起跟随我的镜头来欣赏烟台的